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Mo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集的 vlog 呢，就有拍到我去兰卡威，然后就有给大家拍到一些泳衣的 beauty show。很多人呢就私信问我那些泳衣哪里买的，很特别。这一集呢，就是给大家开箱一下我上一次带去海边的三套泳衣，就是这三个。然后这三套泳衣呢，我都是在 Airspace 买的。这一件的泳衣质量都很不错，而且我刚开始收到的时候挺惊讶的。它是每一套泳衣寄过来的时候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盒，然后里面都是有一个这个防水袋装着的。你们看它是这一种彩虹的颜色，非常的好看，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吧。这个袋子带去海边也是可以装一些补妆用的啊，放手机啊，不用担心我们的随身物品会被打湿这样子。它每一件泳衣寄过来的时候都是那种包装到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单独包装，所以完全不会变形。我这一次买他们家的泳衣呢，是在一个网站的广告上面看到的。然后他们的泳衣呢，主打的就是聚拢、防滑、防走光，还有修饰小腹的功能。刚好我就是要去海边，所以我就买来试一试这个样子。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很赶，然后他们家都是现货，就很快。这次呢我一共试了三套，就是这三套，这是模特图。然后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套吧。第一套呢是这个墨绿色的，然后它的每一套泳衣呢，这里都有一个 C 形状的那个 push up， 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胸部跟副乳集中在一起，而且我们用手去摸它里面会有一点那种黏黏的摩擦力，但是呢又不像 new bra 那么黏。这个呢它就是让我们下水玩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动来动去，不用怕走光，因为它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挤好的那个乳沟下水就不集中了。给你们看它的这个布料呢是防水的，不但呢可以在岸上拍照的时候很好看，下水上来过后也不会垮掉，也是很好看的。给你们看它这边的这个袋子呢是可以这样自由调节的，就是你拉得越紧的话我们的胸部就会越集中，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欧美风的一点自然的小胸的，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去挤它。最特别的呢是绿色的这一套，它上面的这个袋子可以绑三种不同的造型，下半身呢是这个塑身马甲的高腰裤，如果你是有小腹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肚子会露出来，而且如果是生过孩子的妈妈们的话也不用担心妊娠纹会被看见，这个是遮到很好的。就是第二套，第二套呢也是最多人问我的一套，因为这套真的很好看。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泳衣真的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种不同的绑法，光是这一套泳衣它就有8种绑法，所以真的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它上面这一个呢是一个抹胸的这种设计，然后这个袋子呢也是可以选择细的或者是反过来粗的也是可以的，颜色是这种淡紫色，很仙气的颜色。然后下面呢我也是搭配了这一个紫色的高腰裤，就是跟上半身做一个配色这样。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颜色，或者是你们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尺寸是不一样的，没有关系，他们家的颜色呢是随便你自己任意去搭配的，而且上半身跟下半身的 size 也可以不一样，所以就真的很方便。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一套的 beauty show。Thank you.
接下来呢就是第三套。第三套呢它的特色是它的这一个背后的这个造型，它是这种编织的造型，然后就是比较有一点小心机的那一种，回头率也挺高的。然后它的下半身呢我搭配的是这种低腰的，然后它的旁边呢也是有一点点编织的感觉，非常适合那种屁股翘的人拍照，非常的显腿长。这一整套搭配出来呢真的是背影杀手。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一套的 beauty shot。好了，刚刚介绍的那三套泳衣呢就是我带去海边的三套泳衣。影片的最后呢就是给大家的福利时间了，你们只需要跟住以下的步骤呢，我就会送出这一套我最喜欢的墨绿色的这个泳衣给大家。第一步呢就是去 follow Aspace 的 IG，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一支影片分享在你们的 story， 然后 tag Aspace 还有 hashtag Aspace giveaway。 第三步呢就是完成任务过后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就好了。如果你们没有抢到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用我的这一个code 去他们的网址下单，可以有20块钱的折扣，而且他们的泳衣真的全部都是现货，质量真的很好，所以非常推荐给你们哦。好了，今天的好物分享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要订阅、分享、留言、按赞。还没有关注我 IG 的话，记得要去关注一下。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